熊猫，可爱温顺而只爱吃竹子的熊，在温暖的森林中静居。早春时分，熊猫叫春声回响。雌熊猫一年只发春一次，它一年中只有一两天能够受孕，所以交配的时间关系重大。雌熊猫不肯接受陌生的雄性，对象必须是相识的和情意相投。熊猫多数时间都独来独往，它们不是远足的高手。雌熊猫活动范围不足一平方里，而它大部分时间守在80亩以内。而雄性的活动范围较大，在超过一平方里的地域徘徊。它们在春天不断留下气味，把肚腺排出的油脂擦在共同通道两旁的树上和石上。香味是有效的语言，有助于独行的熊猫了解敌友的行踪。熊猫也在森林特定的部分打滚，在一片广阔的地方留下气味，浑身沾上泥土和垃圾。但气味这种讯号很快便会散去，咬树和剥树皮效果维持得更久。熊猫通道旁的树像路标一样，剥树皮在繁殖期最为常见，主要是雄熊猫要显示自己的存在。如果雌熊猫没有兴趣，无论气味有多少也无济于事，那些大情人仍然会受到冷落。虽然繁殖季节如此的短暂，但熊猫在远古为数极多，和今天的确难以相比。它们100万年前分布在全中国，从西藏至华东平原边缘山区。当时的气候比较温暖，但随着地球转凉，熊猫西迁，它们1000年前仍然分布很广。但几百年来，它们越来越罕见。人口增加而导致破坏竹林是主要的原因。现在只有6个小地区可以见到熊猫，其中一个地区是四川的青莱山。这儿一直传说有一种白熊，专吃铁和叫做竹子的大草。传教士戴维1869年发现了白熊皮，欧洲科学家替他命名为熊猫。但熊猫是熊吗？有科学家同意，但其他人列它为浣熊类。除了吃竹以外，熊猫的生活仍然是个谜，而很多秘密是在最近才被揭穿。熊猫像真熊一样善于爬树，
但熊爬树是为了吃浆果和硬壳果，熊猫却是为了睡觉或晒太阳，但它们仍然显得笨手笨脚的。熊熊猫在交配季节会爬树叫春，但爬树很费力气，而熊猫不能胡乱浪费精力。熊熊猫不可在树上逗留过久，它要很快地回到地上进行饮食大业。熊猫的长爪帮助它能够抓牢树干，以及在斜坡上立稳，而多毛的脚底有防滑作用。成年熊猫的肩离地超过一米，体重超过100公斤，它的毛色一直令动物学家不解，它不可能是臭鼬那种保护色，因为熊猫不是那么戒备森严。黑眼圈和黑耳在白毛中非常突出，这些焦点在面对面接触时可能像獾面上的斑纹一样重要，但是却未能确定。熊猫很矛盾，它是食肉动物，属于老虎和熊的亲戚，却几乎完全食素。为什么这食肉兽类会变为食素呢？一言以蔽之，是竹子。这一地区竹林密布，而熊猫是它的唯一大主顾，但竹的利弊参半。首先，竹在桦树下生长茂密，除了普遍以及其他动物都不屑一顾外，它有另一个优点，就是全年常绿，甚至冬天河流结冰，树木落叶时，竹林依然是保持翠绿。四川山区的严冬对熊猫没有什么影响，它的后肢防层有保暖作用，只要继续有食物便没有问题。竹在食物短缺时期提供营养，所以熊猫能在严冬保持活跃，而同一体积的食肉类必须要冬眠。难怪熊猫对竹的变化特别敏感，竹叶和茎成为它们冬天的主粮，但春临大地时便会换了胃口。春天慢慢降临四川的山谷，冰雪在三月初开始融化，随着融雪，冰水流入河溪，冬去春来，树林生机勃勃，杜鹃带来山区第一抹春色。在树线以上，鲜花在溪旁绽开，
在这个时间交配过后，大多数熊猫从高山上退下，去寻找另一种在较低纬度生长的竹子。这就是他们要找的伞竹的竹笋。问题是，竹笋被没味的笋壳包着，但熊猫学会了用门牙剥去笋壳，去吃里面鲜嫩多汁的笋肉。但熊猫不止一千年来行为有变，它也演化出大臼齿和有力的颚肌。熊猫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工具来帮助它。吃竹子需要哺乳类缺乏的灵巧，但熊猫有大的像手指的腕骨，这夹拇指的作用就像人的拇指一样，帮助熊猫紧扼竹枝。但虽然竹子无处不在，熊猫以它为食却不太容易，因为熊猫只有食肉兽的短肠，吸收营养不及食草兽的长肠。熊猫为求生存，每天要连嚼八个小时，然后小睡四个小时。不止在白天如此，熊猫在晚上仍然要谨守那个时间表。它要吸收能量，求得生存，便要吃个通宵。它每24小时便要吃45公斤竹子。事实上，熊猫濒临饿死的边缘，它每天所生产的热量只比生活中所需要多300卡路里。它为了求得生存，便要选最有营养的竹子，嗅觉在那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躺下进食，看来或者很懒惰，其实却是保存精力的方法。躺下消耗的能量要比坐着少，在能量不足时，这是重要的手段。熊猫虽然以竹子为主食，但是却没有完全忘记食肉兽的习惯，它常常慢了一步而捕捉不到猎物。但如果它在树林里找到动物的尸体，便会马上抓紧机会吃一顿荤。肉是受欢迎的食物，提供热量、维他命和微量元素。熊猫的臼齿虽已演化来吃竹子，但也可以迅速嚼碎鹿骨。
假拇指也有助于撕开尸体。很多人见到熊猫吃肉会很惊奇，其实它们的身体本为吃肉而设。熊猫的肠子较适合吸收肉而不是竹子。吃它个片甲不留。可这吃尸体的机会少得可怜，而熊猫仍以吃竹为主。吃素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缺点，熊猫排粪所失去的水分比进食要多得多，所以它经常口渴，每天要喝四五次水。水是每天面对的问题，但熊猫偶然会面对另一个危机，对所有熊猫构成了生命威胁。竹的周期性枯萎，不同品种的竹每隔40至60年便会集体开花，然后枯萎。这种枯萎对竹林是好事，让阳光可以直射到地面，刺激树木和竹的种子登芽生长。竹种子要10年以后才能长成食用，期间便造成缺粮的灾难。熊猫以往遇到竹子枯萎，便上山下山去寻找其他没有开花的品种。或迁移到其他地区去吃新品种。只要熊猫占据的区域足够大，它们便可以熬过一种竹子的枯萎。可惜现在不见人烟的地方很少。问题在于人类。中国的都市人口很稳定，但少数民族如羌族仍人口激增，不断开垦树木种植粮食。连熊猫保护区内树木都被砍伐。虽然每个农夫只砍了少量的树木，但加起来的总数却大得惊人。于是熊猫分隔到不同的小区域，最后造成近亲交配的严重问题。这危机可能造成熊猫绝种。卧龙熊猫保护站设于青莱山中。
中西科学家除了研究野生熊猫，还研究人工繁殖计划。去年底，他们的努力有了成果。这只熊猫是一对孪生熊猫之一，它遭到了母亲的排斥，要受到人工饲养，雌雄猫自己照顾另外一头小熊猫。熊猫三胎中有两胎是孪生熊猫，但母熊猫在野外只能照顾其一，较瘦弱的小熊猫通常会死去。人工饲养熊猫是艰巨的任务，要每小时喂饲和保持30度的恒温。母熊猫在野外却应付自如，它们凭着本能选山洞、树洞来生殖。小熊猫在树洞逗留达5个月，以避开豹和其他敌人。在小熊猫出生后头几个月，母熊猫总是陪伴在旁边，它大部分时间替小熊猫擦毛。有些母熊猫输得忘了形，但无论多悉心呵护小熊猫，没有树林和竹子供它们走动和食用，野生熊猫的前途仍然令人担忧。可爱的熊猫其实只是幻想，这是真正的熊猫，不如想象中那么可爱，却更加脆弱。